海宁市，隶属于浙江省嘉兴市，位于中国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北部，东临海淹县，南濒钱塘江，与绍兴上虞区、杭州萧山区隔江相望，西接杭州余杭区、江干区下沙，北连同乡市嘉兴秀洲区，东距上海100公里，西接杭州，南濒钱塘江。1986年撤县设市。海宁之名始建于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，欲海鸿宁静之意。海宁市是王国维、徐志摩、金庸、蒋百里等名人的故乡，气候四季分明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，素有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、才子之乡、文化之邦、皮革之都的美誉。海宁社会经济发达，乡镇区域民营经济特色鲜明，是全国的皮革、精编、家纺、太阳能及成造产业的基地之一。在2014年发布的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名单中，海宁名列浙江省内第三，全国第八，是长三角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县市之一，同时是钱塘江北岸实力最强的县市。